身体与灵魂的交响，肢体的变化中流淌出我们的喜怒哀乐。这一切的来源是我们平平凡凡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这个月底有一个比赛，赢了可以出国和其他国家的编舞师比一比。欢迎大家来到 Dance of China。马上开始。在这种公开性的比赛，我看他拿什么跟我比。今天就现在，我就要决出胜负。跟你比，怎么比都行。之前那么多年，我一直被你压着，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你他妈又出现。我能跳，我爱跳，这是我最重要的梦想，这还不够吗？那么多没能力、没梦想的人，哪个混得比你好？为梦想努力多辛苦，不是谁都有这资格。自己想做什么就去。不要想得太复杂。我的梦想还在坚持，你呢？